今天我要拍那个影片，就是我们来玩一个定时炸弹，因为我们就是要问那个人的劲爆一个问题，我要爆啊是里面的底，对，银行户口里面的钱的那个金额全部数字讲出来。喂，对，那么我会离开我。如果你在四安当中那个地方的话，你想出来讲什么话？讲客人的歌，还没做大量的坏。影片就是我们来玩一个定时炸弹，这个定时炸弹的玩法就是呢，我们再来计时两分钟，那个电话在谁的手上一响的话呢，那个人就是定时炸弹了。Okay. 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就是要问那个人的劲爆一个问题，我们要爆啊心里面的底。那个电话在谁的手上一响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弹他的耳朵 ，OK 吗？好，所以有什么问题啊？开始，来爆啦！来，谈过几次恋爱？一次啊，你一天充几次量？上次。有第一天大便多少人？一天大便多少人可以定了吗？大概是一天大一次罢了。哇，这个肠一定不好了。我的肠胃有问题啊！阿翔，你打算几岁结婚？几岁结婚啊？应该是35。啊，你喜欢吃榴莲吗？喜欢，喜欢吃榴莲。你最后吃榴莲是几时？上前个礼拜是。我这个世界上。只剩下 UV 一个人罢了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啊，在一起。你最讨厌谁？因为榴莲很臭。榴莲吗？挖耳朵几次？挖耳朵啊？挖耳朵两次，你挖鼻子几次？我提来的，什么时候挖了？有空就挖了。挖啊！吓死我！呀，做我们一问挖来挖去啊，做什么东西？问问题爆料，不是问挖鼻子、挖耳朵、挖耳朵。两张本，两张本，你要爆料吗？啊！你签的什么名字啊？住的地方在哪里啊？你爆料地方，真的没有爆料地方。明白啊！挖耳朵，挖鼻子，挖。耳朵就不行啊！耳朵不行啊！我有点心痛啊！世界末日你会做什么？世界末日呢，我首先我会把我的钱安出来，然后用完它，然后带我的家人出去吃一个好的，然后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，然后陪我女朋友。跟你讲话3分钟就停。Okay, 最后就回到家睡觉睡到死。如果世界末日你只有一个小时，你就可以选择陪你女朋友跟陪你妈妈，你会陪谁？妈妈。如果。酒要爆了，总而已，快点。如果是憨婆来跟你告白，你会接受吗？不会啦，那真的不会。爸爸跟妈妈，谁来一个？爸爸跟妈妈选哪一个？妈妈。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，你要很多一大堆的美女，还是一间家？我要一大堆美女。哇，那老板现实啊哟！我爱世界就这样了哇！如果你有时间停止的超能力，你会做什么？会请我喜欢的女孩子举吗？如果你有一个小叮当，你会跟小叮当要求做什么？我要回到过去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五啊！你懂了要想了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你家里没有热力妹？哇，今天星期几？哎呦哇哇哇！你耳朵挖鼻子的星期几哟？怎么？哇哇哇！累了。好了，我就关心他们赢了，不要笑了。OK， 最近你们一直到那边一直问那小白羊的问题吗？我要给你们做一答。如果一个诗人单独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想对他讲什么话？我喜欢你。哦，来，看到吗？如果啊，给你断两只脚，可是有200万，你要吗？为什么？我宁愿那笔钱我不要。啊，我要的那两条。OK OK OK。你有暗恋过小丽吗？没有，我是明恋，他明恋。哦，水月比较美还是死憨？纯。啊，讲好啊。两个都一样美，不过如果要硬要选择的话，我会选。哇，果然是两兄弟啊！没有。我问你，给两个选择。如果一个选择就是你瞎眼，你看不到东西，然后另一个选择就是只活不到30岁。这个我会选择，我会活不到30岁，因为我会珍惜这30年的那一个时间。因为瞎眼是一辈子，你再等于就等于没有色彩了。我问你什么问题啊？
回答太多了，我要问他问题了。来，哦，讲吧，先，哦，很快乐。哇，他耳环那边很痛的。哎呦 ，OK， 我现在发现到一个问题，懂吗？两兄弟问的问题像问到很保护弟弟这样，懂吗？哦，哎呀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这样才对嘛！我有必要再给，我就给他鼓励了。啊，所以我这边再开始啊。OK， 我在这浪漫的气氛下面，你最想跟我们一起合作哪个女生一起？有给你三个选择。嗯，思涵。嗯。燕如，轩妮三个来讲，思涵啊，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 ？OK， 你的银行户口第一个号码，第一个号码里面的金额，第一个号码，我们看你立了多少钱？立一百万啊，十多千啊，应该是有四千。你的银行里面是五位数还是六位数还是四位数？哇，你可以淘汰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淘汰，可以淘汰，五位数。哇！你要不要充 NG 啊？讲你哥哥，老师的啊，每次大量都快了，太习惯了。哦，会保护我嘞，会保护我啊！这东西我都不懂啊，不听话啊，不要听话。OK， 我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坐车发生事故，坐飞机发生事故，都是死。阿翔那个很想你死，做哪一个都不可以死就好了。坐车，飞机不可以，飞机太长了，因为你这样高，这样坐下来没有被整死。车没有车是啊，然后飞机直接给我响了。问一个比较敏感的话，你银行户口的数目是几号？你的银行户口里面的钱的那个金额全部数字讲出来。做到。我现在差不多，现在我剩多少？我现在才剩，我女朋友那么会离开我。2600-2700多万左右。OK 啊，你在你银行户口里还有多少钱？二手钱。如果那条关掉，然后我。OK， 如果要你成为太监，不过你可以活100岁。第二个选择就是你直接死掉，我你会选哪一个？哦，这样应该是要变成太监啊。真的啊，不然你要讲哦，直接死了。这样我给你选择，会吃不会拉，会拉不会吃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应该是会吃不会拉，至少还有东西吃。如果出生做男的跟女的，你会选做男的还是女的？我会选择做男的。你头发有几根？我随机算了，差不多整千多万根这样咯。OK 啊，你觉得？头发有几根？等下我按了，我算给你看。掉耳朵。哇！有些觉得很普通，有些觉得很搞笑，不过有很多东西都有爆料出来了啦，所以你们满不满意看你们自己了啦。可以看，你们慢慢看啊。好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他们就是小白羊、有记、MJ 亮、阿翔、水里的羊、什么水里的羊啊？看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等你们问题啊，拜拜。